好，我们现在再试一下这个全自动转盘一个烫花效果。首先要把这个手动的转换呢打到右边，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就是一个全自动转盘一个烫花。首先我们把这个土把这个布呢铺好，这是一个涤纶布，好，把它铺好在这个上面。花纸呢铺在这个上面，永远必须是面向这个衣服这个角度的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发热板推过来，我们就会发现发热板就会自动软化加凉烫。那这个温度时间表就是倒计时了，从20秒钟到0秒钟开始。当那个温度变成七零之后呢，这个发热板就会自动弹起来。然后那个烫花就完成了，我们看一下烫花效果，然后就可以看到发热板自动弹起来。好的，发热板自动弹起来。好的。好，大家看一下烫花效果非常漂亮。啊，突然它的颜色全部都凝固了它的那个衣服上面了，这是一个。看一下啊。烫花效果非常的漂亮。